放炸弹啊！嗰啲飞机嚟。那个炸蘑菇，没错。是不是那个飞机掉的那个炸弹？不知道。我就刚才飞机掉的东西，掉在那在那个东西，好像现在又不见了。有可能哦。飞机就是这样，突然跑过来放一个炸弹，就赶快逃走。你就不知道是谁放的炸弹。